新赛季如果说想要巅峰炸一的话，我推荐你不妨试试野人啊。虽然说野人这个角色长得可能老成了一点，但是他这个角色现在强度的话改成也是蛮强的啊，特别是男孩子非常可以适合练一手啊。然后这一把的话给他看一下这个巅峰黄奕我们如何去 OB， 还有一个这个辅助打到是非常非常秀啊。黄奕的这个刀你一定要注意，他刀很长，他刀很直，所以我们玩野人啊一定要学会跟我这样躲。就会全就撤退了。另外有小可爱想要跟主编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课程，里面有全人类的一个细致教学哦。干扰一下听觉。还能撑住，22差不多了。不是你那个啥慢了，我靠，起来慢了，我靠，97。要买就，要买他这个乙就，他这个猪最后一秒都结束啊，我都要记一下，我靠。谁开会员了？等一下，强不强这个猪啊？强不强？有没有感觉强无敌？我靠，可以，够了。来了，冲啊！